这个做得很好，糟糕，抓不到了。哎，我终于，我第一次看到了。耶，终于。听到声音了，哇哦！看不见是不是？哦，这个可以哦。我好像自己开回来了，对不对？错了，错了。那这样是不是中途就不能修飞机？修，我说如果像现在这样，哦，对啊，修是很危险。修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开了。那怕别丢了，这是故意绕到太阳那边。故意绕太阳也是一个绝招啊！你有几次因为这样看不到啊？哎，你怎么在那方向？嗯？我跟我预想的位置不太一样。我一直在跟着你耶，我一直在听声音，听得到声音的。嗯。
好酸啊。为什么这样搞笑呢？哈哈，好笑。哎哎，可能哎丢了，失去动力，因为我们已经飞到最高点了。我下重量。哎，等着你死了。
给你对付最机车的招式。哎，怎么不见了？你放在哪？为什么一开始一直玩故事模式啊？故事模式好玩啊，是不错啊，可是我要玩多人啊，而且故事模式一直死。一直死，然后就换人。无限圈圈，你这一代做的不错玩的。哎，去哪了？还在安装多的模式，你装的久，难怪先叫我玩那个，只是还没装完。Hurry up！ 我果然是还没装完。连串的动作通通都没有用，我只是减速直直的飞，就看着你在那边绕。啊，不知道啊，放弃。对。哇，打不中。
装好。我把我的影子看进去，哈哈哈哈，哎呦，我把我们先打了，一下而已，没打我，行啊。